我是细菌，我不是细菌，我不是冬瓜鱼。找到三个学生肯跟你学Chinese Opera，我就让你成立 Chinese Opera Club。Call me a John，Call me C。哎呀呀呀呀！阿东要唱戏，校园革命。外国孩子演的武松，打本地孩子演的老虎。你说某人呢？你打他，不是他把你打死的。新加坡校园喜剧。 周六，黄牌影院，戏曲小子，5月23日晚上9点，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